到了壮年是我们在工作好，然后生活上去冲刺的阶段，然后为家人的付出的努力，然后是不是累积了一些成果，这些都可以把它留下来。到老年你对未来的自己有些什么期许，其实这些都可以透过图片、透过照片、透过文字，让图片去展示照片所无法表达的意境，让文字又去补充图片上所没说出来的内容，那每个人就可以完成属于自己非常非常珍贵的绘本。希望这个绘本最后都可以变成大家的传家宝。对，那徐姐，你上个礼拜没有讲，就讲一下你出生的状况，家人有没有跟你形容过？你是在哪里出生的？然后呢，是产婆跟你接生的呢，还是那个在医院出生的？啊，然后呢，当时爸爸妈妈在做什么？他们有没有像我一样，差点生出来就要被送走？对啊，真的是说要把孩子收走。我叫许世荣，民国43年12月1号出生于新竹县竹东镇的一个小地方哦。啊，对，我们三个小故乡。都是美人，是吗？谢谢。我们这个不用担心了。家里的兄弟姐妹总共6个，上面一个哥哥一个姐妹，我老三，下面剩下的是妹妹和弟弟，所以我是中间的。那从小呢，因为长得像爸爸，所以家里人都说爸爸最疼我。其实没有，其实爸爸疼每一个小孩子。然后在竹东待了小学6年级以后，初中、高中都在新竹，然后大学在淡水嘛，这样子嘛，我就这样，谢谢。大姐，那请问你那时候爸爸在做什么？我们家有个房子是租给别人，然后我爸爸对，反正我都一定让你念，再怎么苦都让你念，只要你想念这样子。所以我们的家里小孩子也都蛮认真的去念书的。好，你把你写的你的小时候的故事念一遍，念出来。你讲台语嘛会使哦。你七年出的，民国27年出生的啦。没啦，你民国七年十一月出生的。然后来到台湾。兄弟姐妹一共有7个。好，那其他的都 NG 的，我们听听爷爷讲。他说他们全部有7个。我上面有哥哥，有姐姐，有弟弟，有妹妹，全部都有。有2个姐姐，1个哥哥，2个弟弟，1个妹妹，一共7个。在我2岁的时候啊，就已经在江苏跑那个偏远的地方，它距离有2公里的地方，在那个腰盘，在我家里面全部在找我，因为大陆上的人都很偏僻，他现在在大陆。先告诉大家你从什么时候出生的，从哪里出生的。住在高雄，那爷现在还是跟那个弟弟有常常保持联络，感情也是很好的，对不对？那跟大陆的兄弟姐妹有联络上吗？大陆的好像是女孩子。哦，大陆的都是女孩子。哇，那你爸爸妈妈重男真的是重男轻女，现在把女孩子。从高雄走到六龟，从高雄走到六龟那么远的距离，可是。
对地理没有概念，所以我无法想象。跨过去就到了。跨过去就到了。高雄给我归一幅画啊，那得你在画的时候，刚刚黄明老师有跟你讲，对不对？你贴一个手掌印，然后。这个我们再来看这个太淡太淡的哦，好，看看跟我想的一样，没关系，那我们到时候再补给你啊。那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先整理一下。好，接下来请酱油笔，因为就像我小时候刚出生的时候，邻居都说我都没有酱油笔那么大，可能会养不活。啊，对的，因为呢，我们亲爱的，他出生的时候特别小，对不对？那以前是不知道怎么做，然后他说没有酱油瓶那么大，哎，好难想象哦。然后怕养不活，对不对？所以印象中对这一句话特别深刻。所以你把这个酱油瓶剪下来以后，看到酱油瓶就想到你自己。OK， 好，谢谢。